你一定要支持住，你怎么没捏住太极？做后搁转来，敢讲你伫遐，我请医生啊、护士来看人，伊才甘愿啊？紧坐咧。我想要留你身躯边，我想要诚实面对我家己的感情。唔免，家己的感情收转去。我做袂到，你嘛是同款。那无你都袂身体遮尼虚，搁要替我教我倒。家秀，别搁想骗我好无？回去。我袂。在你上辛苦的时阵，我无希望你是一个人。好浪漫哦！在你上辛苦的时阵。我无希望你是一个人。哦，师姐，想袂到恁头家哦会讲这种登高迷你的话呢。芳华，你讲话敢会当莫遮尔白目啊？我有无讲唔对啊？我讲爱情人之间哦，拢会讲遮的话呢，好浪漫哦。啊，不过我甲总裁不是情人，而且你安尼讲，若是有别人听到啊，海总裁叫我误会是要安怎？哎呀，不是我的问题啊！是恁讲的话哦，让人误会啦。哪会当把这个问题拢塞在我的身上啊？芳华，我只是来关心家秀，无其他意思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只是无欢喜哦。我四姐常常对我讲话都我咧恰白白呢。是讲总裁啊，你真正足骨力的呢。你知影四姐无去上班，你就来找伊。结果我讲，伊伫咧陪你随到来遮。哎，你真正足疼阮四姐呢。迄是因为公司即摆上大的客户负责人是我。假使讲我的工课也是无重要，阮总裁哪有可能亲自来甲我关心？啊，知啦知啦，破病人态度我安尼，你拢唔惊你的病恶好？那我是专门早病拢要来互你食的啦。现在，伊来阮家的人拢来啊，你赶紧回去公司。以后有啥物需要用到的电脑，我就请董事过来就好啊，你唔免亲自走一撮。这我家己的判断。总裁，你咧食饭还袂啊？你若是还袂食哦，无你留落来陪我四姐食饭啦。总裁，佫有代志爱无闲。就算讲较无闲哦，嘛是爱食饭啊。早吃晚吃都要吃啊！而且哦，伊唔惊叫你摊了，我是惊到要死呢吼！我真正也无想要为着送这便当哦，回去就无得抱囡仔啦。为着我便当有买两个啦，恁做伙食啦吼。好啊，我陪家秀食饭。芳华，你先回去。啊，不过我搁要等阮大姐来呢。啊，无恁先食啦，我去买果食互恁恁啦哈。
吃完，你就赶紧离开。会用啊，我只要看到你吃饭，我就放心啊。在我离婚手续办好之前，我对你绝对有分寸。